天是2023年的4月6号，在Down Valley开季第一场，由小安、BL 和 David 三个人在这儿开球。小安的第一杆啊，第一洞过河。好球，打了一点地，但是球非常好，卡在了球道上，稳稳的，太漂亮了，厉害厉害厉害。现在暂时看不到，肉眼能看到，镜头看不到。好，现在 BL 开球，漂亮，超级远，哎呦，太远了，就是方向稍微偏一点，问题不大，也在球道右侧，好球。现在来到了Down Valley的第二洞 ，BL 开球。好球，球道上，真远。球 nice， 真直啊，太直了，这是Down Valley的第15洞，三杆洞，这个 T 台人造草很高，炮台开球，然后白 T 在下面，小安和大女人在下面开球，还有一个老外 Bill， 火力在那儿，是126，放大概90就可以了。看看开球如何啊？好球！有没有上？哎呦，上不错。还不错，旁边。现在小安开球，小安试挥完毕，正式开球，好球，哦，也不错，线路很好。哎，短了一点，短了一点，滚下火里，还在滚，我就滚在这儿。好，过去打第二杆，先小安的第二杆，好漂亮，好球在那儿，很漂亮，离七杆大概10 feet 左右。大女人的第二杆在果岭外一点。切滚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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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哎呦不错，不错 ，Nice， 小安的第3，好看这个球，哦，差一点，大女人的第3杆 ，Nice putt， 漂亮。